小博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收了。这上面现在皮包公司特别多，您找这个人前两天有好多人在找他，您小心点，可千万别让人给骗了。啊，我们不会是碰到骗子了吧？要不要跟希望妈妈讲一声？不行，这个事情是我找的苏醒。 现在碰到骗子，他让我赔钱怎么办？那要不然我们报警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绝对不能报警。如果报了警，我们太没有面子了，而且会影响远员生学的。那到底怎么办呀？哎，看来老王说了，说这个介绍人说呀，贾老师说。不是你等等，你不是说那个是你老同事的老邻居吗？怎么又说介绍人了？这个不是你快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急什么急什么嘛？不知道，不是什么叫不知道？你说清楚啊！不是想说吗？当同事你们急着让孩子要上什么好的小学，我在外边辛辛苦苦的求人，现在出事情了，反倒都是我的错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爸，没有人怪你，你回去不管了，不管，有你这么当爸的吗？哎，放心吧，爸爸，我们告诉希望，希望他妈妈也不会知道，不然他会去我们家要钱。 乖啊，慕容，能不能下次记得带钥匙啊？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不是故意做出被骗钱的事。哎呀，乖。